来玩这款游戏，弹制造机，这种类型的。然后这左上方是什么？摇一下是免费，哦，可以摇一下。来点音乐可以吗？一开始设定没有音乐，是不是要给你上班偷偷玩的啊？这种类型的游戏啊，我琢磨出一个新的合成方法，就是啊，你原地一直往下丢就好了。你只要原地一直往下丢，施主，你将得到了启示，各式各样的启示都会依靠你，只要一直往下丢，这些的困难、这些难题终将获得解决。你千万不要觉得不相信，各位，你有看到吗？自己合起来是不是？拜托。我们每天玩那么多款游戏啊，不是在玩假的啊，有时候乱玩也可以让你找到新世界啊。不过这种方式啊，不见得好使哦，因为他看的就是你的运气啊，运气好的话就会一直消下去啊。纵使如此啊，你的积分也是相当高的啊，你看我现在已经1000多分了，而且我都不用思考诶。哦，你们大概对照一下哦，如何才能在1分半之内达到1300分？用这种方式就行了啦，1分半哦。你再对照一下那个时间，你就发现这种模式啊最省时间嘞。快解决了吗？如果再不能合成，还有什么方式？我们就可以用摇一下，好不好？待会我们来试一下，待会摇一下看救不救得了。好，快救不了了哦！摇一下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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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，再摇一下嘞，没救了啊！他们都太胖了。这模式啊，你要再改良一下，你可能就是让你弄了一半的时间而已，接下来应该就不好使了，好吧？OK 吧？2200分，花多久？2分22秒，2300分。顺利解决，没有你看我还在挣扎各位你有看到吗？我靠，我还在挣扎哦，还有锤子给你想玩控制流，靠背啊，好了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